结果最后又是我们三个人先出马啦，是的，太棒了！哎，今天多了一位，昨天两位而已。哦，好听。对啊，林子祥很有魅力啊，是你的偶像吗？偶像啊，最爱的偶像。之一。最爱的哪一位？好的我都欣赏，好的你都欣赏。哇，大哥，你很爱这首歌，这首歌播了五次。大哥，你右边这也是歌手哎、欸。我不是歌手，他是，他有出过歌，你想听听看吗？也可以啊，好像不愿意。你点一首歌，我来唱啊。唱你喜欢的，唱我喜欢的吗？我喜欢的吗？才能唱得好。可以来一首歌？你要唱那种什么月亮代表我的心吗？那种大家都听过的。你问我爱，你会这首吗？都会唱，要一起唱啊。你问，你唱那个吧。哪一个？粤语，你搞个经典的吧。粤语哦，粤语我会一点啦、啊，但是不是每首歌都会。哎好，哪一首啊？你是哪边人？你猜？我猜的不太出，开始听着以为像广东或者广西的，但是我是广东人啊。广东人，我是马来西亚人。马来语的话，有的歌也很好听的，但马来语歌我还不太会。你挑一首中文歌来，你唱你喜欢的。弹了，我喜欢的。你拿手的，且拿手拿得出场的，好像没有一首可以拿得出场。不注意，不注意。月亮代表我心。你问我爱你有多深？然后到你了，哥哥，别害羞了。你唱。我爱你有几分？几分？你的情也真，你的爱也真。月亮代表我的心。你唱歌还比较好听啊。我不敢说我是歌手了，你很想当歌手。对不起。没有，我以前也能当歌手。我前期是中央音乐院钢琴独奏系的，像我平时经常。你读钢琴音乐系？我不是学法律的。平时我那个以前有时候去休息，不就是活动唱 K 吗？对啊。我是他们系里面的那个帅哥 ，K 歌之王，遇到对手了。我很少遇到对手哎。通常歌手路上只有我称霸。一般。他说你一般的。我突然忘记有一首广东歌很出名，怎么唱了？等一下，我想一下。那个 Beyond 我忘记什么歌了。Beyond 有一首很红的《海阔天空》，怎么唱了？海阔天空啊！咱们找音乐，大哥要放边那个音乐了。你知道应该知道这首歌吧？这歌很出名。哎，拿远点，版权来了。我唱就没版权。你让我这样三百几分钟爱自由，有一把有一天会点动。那位朋友呀，接近你共我。耶，我那个车很近哦。哦，你要来什么摇滚版本哦？哎呦靠，要钱！我靠，靠腰哎，什么都要钱。听我唱歌不用钱，还是等一下我可以不用给钱？这个自动扣费的，可惜了，不然你要给我钱了。哎，大哥姓啥？我免贵姓周，但是我们家是打仗丢在这里的，我应该姓陈吧？啊，哎，现在姓周，然后你可能姓陈。因为我爸爸是打仗丢在长沙，所以他是给那个人家收养的。哦，你是收养的？对，我爸爸是收养的。哦，所以你不知道你确实是姓什么？对，那你觉得可能是陈？但是对，然后我应该可能或许应该姓陈。哦，哎，好特别哦。如果全世界，哎呦。他什么歌都可以接，还有你值得我去相信。竟然这么旧的歌你都会了。我们一起学猫叫，一起喵喵喵，你会那个一起就不错了。大哥你很硬呢，我是个很正量的博主，我是马来西亚的自媒体博主，看得出吗？看得出吗？挺帅吗？十分给多少分？十分给8.5。哎，他很诚实哎，你知道我们在重庆遇到的人。我问他十分都说十分十一分，我觉得太虚假了，夸张了，达不到那个程度。你不要太诚实好不好？这样给他动力，让你以后更努力，有进步的空间。对，有足够进步的空间。那我觉得还是听一下谎言比较好了，十分比较好听一点。谎言虽然很美丽，但是会让你越行越远，越陷越深。对，果然读历史的人是不太一样的。拜拜，周大哥，拜拜，祝你快乐每一天，拜拜。Thank you。现在我们就来到书生心心念念的丰盈西里街。哇，这个很难念的，你们看是不是很难念？丰盈西里，你们一进来就靠要逛个店了，这是什么？算是很棒的男生，因为还陪我们逛街，因为他也想拍照。没有，我不是拍照，我是为了陪你们逛街。哦，浪漫。身为好男友是这样子的。哦，
我怎么每个人不知道他被打？你们看这间店全部是蜡笔小新的海报嘞，哎，我觉得比那天的可爱。哎，我觉得你如果把家里房间贴成这样，我怕谁会打死我。我的工作室可以，很可爱，哎，很可爱。你们看，全部是蜡笔小新的海报，哎，宝贝，帮我拍一下。你看我站在这里，哎，超级可爱。我的身高刚刚好。你到底要多矮？没有，就是为了这个身高量身定做了。为了这个我们量身定做身高。讲得出这么荒谬的话。刚刚好身高，我要拍照了，大家。这个蜡笔小新真是特别可爱，然后对面呢有很多佩喜欢的东西，比如说这个 Hello Kitty， 然后还有一些粉色，还有小叮当，很多小叮当，哎，这边也是有小叮当。所以里面就是一些帽子啊、公仔啊，还有一些古着，对啊，都是类似的店呢。怎么中国这么多这些店？刚刚拍了张照片，没有人知道哦。原来这个字是长沙，好可爱哦！你们看，帅哥与长沙镜，在等我吗？你有好。这边的店真的很可爱，还有那种中国式的，这个叫什么 rooftop， 他们的装潢都很中国式的，你们看得懂，很像那个客栈的感觉。欢迎大家来到长沙。哇，这些手机壳一看就知道是书生佩玉会喜欢手机。佩玉，我发现他们写的东西好像比那天你买给我好看呢。倒闭死，可以再买过给我吗？可以啊。哎，可以。各位，我们又找到一个拍照地方，我发现这边的店面哦，都比上次前前去来的漂亮多。所以就能帮书生拍照了。还有，看到没有？被认证了，赞！其实我看到这个我蛮想买，我觉得很可爱，而且这个字我很喜欢。继续长成厉害大人和更可爱的小孩。嗯，我们两个喵喵，三二一喵。这边是很多那种 Mickey Mouse 啊、唐老鸭的旧杂志，我觉得可以买回家收藏一下。一如既往的，这种店就是很多小小个的模型啊，都是一些旧玩具，很可爱的其实。哇，这个中国杂志80年代啊，一本要358人民币，真的很可爱。因为这个大力选手是我的童年来的。刚刚我们就莫名其妙走入一个 cafe， 因为我们到现在都还没吃早餐，所以我们就进来这边吃，然后意外发现里面很法式欧式，很漂亮，然后配的已经是把我们的食物才到。听书生讲这个鸡胸跟烤肉好吃了，很好吃，很好吃，是不是太饿了？它烤肉是有奶油香味的。这样子的搭配真的很好吃，而且它烤肉很脆，鸡肉又很软很嫩。你们听到声音啊？好好吃啊。我们突然找到这个街道，非常激烈，也非常漂亮。妹子看我，妹子等一下，妹子那也太多了，等我一下。大妹子，你挡到我的镜头了。我的相机我以为有危险。你哥哥现在从哪来？我也现在从哪来的？这个地方啊，怎样可以进来的？好，我这么大台车开进来这边。现在我们回来五一广场附近，因为书生他朝思暮想了朝氏鸭脖，这个听起来是鸭的脖子，但是书生讲也不是鸭脖子，它是一个串串的这样子。书生讲是非常辣，然后今天算是我们在中国的最后一天，也就是长沙最后一天，因为我们明天早上很早就回去了，所以书生就来尝试这个非常无敌辣，他说这个辣度有到变态辣，听起来是蛮可怕的。我是剪刘海的，我会听错吗？你知道这是剪刘海，我快看不到路了。书生在网络上呢看到这个潮氏鸭脖，原来是这个潮氏，我一直以为是潮湿，而且这一家是长沙总店。我就意思拿一下，没有，我就意思拿一下，我只要吃它的辣，对，我没有要吃特别想要吃饱那种就没有。其实它的料都是一些火锅料，比较少肉片，然后不然就是一些米粉跟这个面。这边写无辣不欢，它是推荐我微辣。真的吗？它是真的能吃到很辣，重庆的大辣火锅都辣不倒它。还是先给我吃中辣，他给他中辣好了，反正他等下应该都会加的。我先挑战一个中辣，因为店员哥哥说大辣可能有点可怕，因为每个人对辣的标准不一样，所以他说过可以加，那就很好。都吃了这样多，还6块钱吗？10元了耶，好便宜。我们现在就上他的二楼这边坐坐吃，然后还叫我们自己开冷气。我们帮书生包场哦，这边真的都没有人。等一下怎样自己开冷气啊？已经那开冷一点好。哇，原来他的这个店有这样多间，我们今天来的是这个总店。总店，我们马来西亚吃辣。女王来咯，潮氏鸭脖的中辣到底有多辣呢？噔噔噔噔噔噔，1分到10分，从他的表情我们看得出应该有5分。我有讲错吗？这是辣的。然后我讲错吗？5分吗？5分吗？有。看我几厉害，我几了解你。我跟你讲，怎么鉴定我辣？他打嗝就辣了，各位。对，这中辣耶。你看，他打嗝，对，他打嗝就辣了。Oh my god！ 那你觉得这个应该是我的美食分的吗？对，还是超过美食分？我觉得超过你的美食分。你打嗝很可爱。朱生讲这个是我的极限多一点，极限热成一下，加油！哎，很红哎，这个辣，真的，真的好好
吃啊。你们看这个颜色，哎呦，不要浪费我的容量。OK OK OK。好了，吃了吃了吃了，没什么没吃过的吧？嗯，哇，它是痛辣，没有水。哇，这个比重庆火锅烂的，又苦又苦又苦，整个嘴巴是苦啊。这个辣绝对超过韩国拉面，是我都没有心满了，我可以吃一口，我想象不到如果它变态辣到底会有多辣。太辣了，我现在整个嘴巴是苦苦的。哎，我跟你讲个秘密，现在我肚子开始脚开始热了，我真没骗你们。我突然想起我以前吃辣过的程度会怎么样，有点小头晕。对，就是我吃辣没有，就是晕晕的。爸爸，我想你再加一下变态辣。你去加变态辣的时候可以帮我点一杯水吗？就有点头晕，一点一点。哎，怎样？你进来手机可以吗？我用手抓头。哇，肚子热热了，真的，这个辣，这个中辣不是人可以承受的，因为我觉得我应该进步到满天吃辣了。这中辣是我平时吃的辣，嗯，可能变态就觉得很辣。嗯，是谁怎么能吃辣？是谁？但是我喜欢它的辣。还想要变态辣？要挑战啊，挑战一下。你去啊，你去啊，记得帮我买一杯矿泉水就好。我们的变态辣女王来了，超黑红，她还没吓到吧？没有啦，因为很多人来挑战啊。她真的是黑红哎，你看一下，这已经进阶到黑红色了。他们说这个叫做潮湿色，这个颜色是辣油吧？出色的变态辣到底能不能接受呢？这个会不会是她这辈子吃过最辣的食物呢？哎，沾到点汤不够，那是吸油的，哇，吸住了，没，不用担心啦。3、2、1，变态辣的出色会变变态呢？我们拭目以待，她的表情究竟1分到10分。我们可以给到多少分？残忍。为什么不辣？是不是？我觉得中辣已经垫底了，你明白吗？不一定要讲了吗？变态辣的吃就很辣了吗？不辣。我再吃多几口，因为他们说后劲是很重要。哪一个非常稀有的莲藕？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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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到底会不会辣呢？这个变态辣对这个感觉好像是没有什么反应耶，到底是为什么呢？我们的苏瑞先生为什么对变态辣完全没反应？你看表情从5分变到0分去了，这确定是0分的表情，不该是这样子的。对啊，怎么会这样？我决定了，你不是标准，我才是标准。等一下，有后劲哦。什么什么什么？好像是后面真的后劲啊！我现在舌头都是辣的，哇！啊，辣好啊！哈哈哈哈哦，惨了，这样我是第二次了。但是我还可以存活的。你用最辣来形容这个东西，嗯，近几年，对，不是这辈子啦，这辈子有 top 3嘛？有啦，这个标准又很难的是，没有让我想要喝水的辣都还好。你看白开水放在这里，然后哈，你想要喝，超厉害的。但是很好吃屁啊 ！Ladies and gentlemen， 唐勇选手参战，我准备了白开水，先拿开，你就会死掉嘛？你会死掉，因为你又喝冰水。刚刚宿舍吃辣是不能喝冰水。我之前还跟我讲，你真的要吗？这都会辣死你。真的会辣死你。不信作死自己的人，闻起来跟中辣一样啊！看到没有，各位，俊美的长勇来了，我就要抖一下。哇，我可以感受到，还是那个辣会留在舌头了。你懂我一次让你感受到什么吧？后劲的来呀！它后劲很慢，我整个背后哦，就开始热，好痒，很辣，很辣，我要水。有比中辣辣吗？觉得差不太远，是不是？我觉得是他自己的问题，他的中辣跟变态辣差不太远。虽然它的后劲是保持在我舌头上，我是还可以接受的，但是我真的肚子在脚在热，我也是很热，口风会捞塞，我也是很热。你确定全部刘海了？奖励你吃一口，不会不会，真的不行，我看、不行吗？书生都在流眼泪，我怎么可能吃？终于在大陆吃到可以辣到我的东西了，天哪！因为你知道流眼泪，欸，我肚子很烧，我吃一口，而且我现在胃很不舒服。其实我也是胃不舒服，就是你知道有一个东西在那里吗？那我真的没办法。你不要吃。可是那辣是好吃的辣，是香辣。没有没有没有，不好吃，是很辣，白痴，不会好吃。我真的有一点小头晕，因为我吃辣会有小头晕。我现在有一点。他水鬼讲真的是辣，他把我刘海剪得太自重了。请问这个是怎么剪？有什么两样？我告诉你，多少钱？不如给你剪，30块。我叫我剪不是好了，很贵耶。早知道叫你剪了，因为他把我剪得好笨，就有点呆呆的。刚刚吃好辣，奖励一下自己喝凝剂了。我几乎每天都喝一杯，我发现。我觉得我现在真的是上瘾了，从一家过每天都来一杯，喝到第三杯了。对，这是手打茉莉新饮料，第二名。你觉得哪个比较好？鸭屎香。我这边有我们的试吃可以，现在我们每天有出100送200送3，现在牛刀。哇，那面包好好吃哎！但其实我是很喜欢吃面包的，日本好喝，蔬菜精里面呀，蔬菜香来嘛，很香啊！但是会很肥，因为是好久没有吃面包了。这真的好吃，我给你吃一小片了，我够了，满足就好。我们的任行打车。猪肝不肺哦，当然也不是真正新鲜的那个香里面杀的猪，是就是杀猪粉。大叔，我们要下车了，你会想我们吗？不会哦，你不讲话的，你刚欺骗他哦。我该骗你，我是新加坡人，是我的错，我是马来西亚人哦。很漂亮哎，好吃哎，夕阳，赶快下车。大叔再见，拜拜。大叔我爱你。9分男人要下车咯，他说我马来西亚9分帅，诚实的男人再见，好漂亮。
哎、欸，真的超美的这个夕阳，他们应该后悔吧？你觉得？必须要后悔，对，一定要后悔，因为没跟我们出来。那些人，我们都来这边玩了，竟然真的休息，讨厌，生气，你生气，哎，生气，三二一，生气。所以这边呢，就是有卖很多吃的、啊，然后这边下去呢，就是最多人来拍照打卡的地方。书上概括讲没有人，然后我再看更多人。我们找到八九了，十这么高评价，八九可能有十。抱歉，刚刚我们就赶着拍照，因为你看后面夕阳不见了，虽然已经不见，但还是蛮好看的。坐下坐下，让我拍一下，可爱哦可爱哦，可以了可以了。太阳啊，太阳出来太阳出来了，超漂亮的。我们已经太幸运了吧？你看那个夕阳，一整颗在那里，有像个篮球这样。哇，你们看你们看，这个不是 LED。超漂亮的。我真的觉得今天去一天的中国太幸运了，遇到这么漂亮的夕阳，我觉得在之前都没遇过这么美的，算是我人生看过最美的夕阳了。这里真的好漂亮，我拍了好多美照，你看这样看过去还是蛮好看的这个夕阳。看到叔叔脸色变了，他的胃开始灼热，他该吃胃药了，这个就是爱吃辣的代价。其实我的胃现在也是很热啦，这个地方热热的有点不舒服啊。这边很适合拍 MV， 来唱一首歌。你唱吧。来唱什么歌好呢？那你问你，你是歌手还是不要唱歌好了，让你们看帅哥与夕阳。大家准备下载这个影片，帮我配给你音乐，三二一。怎么有个人坏了我的美景？你看那个人。姐姐可以让我的观众知道这里是哪里吗？常会船务码头。因为大家要怎么知道来这里啊？就导航这个地方。而且这个地方不用钱，坐下来就要钱，但你坐在表面不用钱吗？坐人家椅子的话要钱的，要消费啊。哦，叫吃的是不是？对。因为你看这样子叫吃的，你就可以看美景。但门票是免费的，还算划算的。真的在后面要死了，看胃不舒服了啊！你女儿要死了啊！你不是耳朵问题啊？怎么死？我说你女友要死了。我女友，她想换一个，大家想换你啊 ？Oh my god！ 我承担不起。这个时候公开吧，承担不起，真的看不到的。你不是还有被你观众骂？有观众骂海，真的。没想到我是这么有杀伤力的女人，我很欣慰。观众怎么会觉得？我觉得真的问号。你要检讨一下，你怎么会有杀伤力？你要想一下。我会再努力想一下，我为什么有杀伤力？对，你要是时候放下你的杀伤力的。我努力，毕竟不太可能吧。我遇到一个很可爱的中国小孩子，他拿这个猪的气球一直在打我。哎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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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好像在说猪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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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还在说说说。这个弟弟很聪明啊，他一直放了线，那个猪猪打到我。你看，还是拿那个线，他就会要猪猪打人。他在给他打配乐，他打到你的配乐。没关系。弟弟开始竞技用猪猪打人了，猪猪打猪猪。哎，你有听到原来？其实现在我们就回来这个五一广场这边逛街，然后找晚餐吃啊。因为其实今天算是我们在长沙中国的最后一晚，所以想说就来逛逛街。猪的胃变好了，掌声！现在一阵一阵的，一阵阵胃痛像风一样一阵阵的吹来。真的很什么都要接嘞？不能接哦，硬接。你们看这个人群，我以为我来到日本涩谷，涩谷好像都跟你差不多。今天是我看过中国最多的一天。我们是打算吃这个虾饺的嘛，可是不懂里面位置啊，因为感觉这边应该会排队。你好，请问排队要多少组？我们是三位吗？对，三位。三位可能要20人以上。哦，好，谢谢。我们赚到，因为我们三个人，然后我们前面只有五桌而已。如果刚刚是八个人一起吃，应该很可怕，因为这边位置其实都是小桌的。哈哈，这轮到我们了，真的是大方满座可以这样用的。那上面有很多，就是很像很厉害哦，可以大声批评。这是我们的位置耶。然后这个就是它菜单了，就是它龙虾啊，超多口味的，而且有很多不一样的食物。就开始点餐吧。你看他们的手套，这个包装西北向南。哎，今晚我们喜欢这个。好啊。我不要，放回去。他的表情就是怎么会有人想跟餐我做？哎，你搞错了吧？对，钱。哎，雅你妹。讲千金名菜。这是青椒吗？辣椒，辣吗？不辣。哎，还要饺子，果然。我们点的第一份是蒜蓉小龙虾，这个是老长沙口味的小龙虾，就是香辣这样子的。我们中国的最后一餐哦，配音不是我们而已。希望你们看到这个影片的时候，下面是饭团，因为。戴手套吃龙虾，我们就先吃苏生讲不好吃那个老长沙口味小龙虾，因为香料味很重的。对，那有多夸张哦。哦，我懂了，它有一个很奇怪的味道，但是只要是小龙虾，我觉得挺好吃的，因为我本身很爱吃虾。佩玉跟苏生都讲那个蒜蓉小龙虾是最配，是你们目前吃过最好吃的吗？也不是，也不是哦，不错吃。你看它蒜蓉料非常多，你们看我小龙虾，我加蒜在上面。蒜蓉好吃多了，那个老长沙是三小。各位，我们吃完晚餐哦，这有余兴表演。做什么？你们怎么不敢讲了？你们不是说照片跟本来好像不太像？
对，我们自己有修图，不敢乱乱批评别人。耶、yeah, ，各位，我们的中国书生生日之旅终于结束啦！我都忘记是我生日之旅，我要太开了。我们的中国八连党也是来到尾声了，所以呢，希望下次我们这三个团是在别的地方啦，好。耶耶，拜拜。拜拜。哎，紫色的天空，佩你看，佩你看，不要走那么快好不好？怎么？你不是已经结尾了吗？啊，不能再拍一下吗？我彩蛋很久了。